二九高地发现多个假目标，上级命令我班观察排除假目标，对我预定打击目标实施侦查测量。坐标9625607359，高程242米。这次演练从发现目标到完成射击，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90秒，这要求我们必须协同配合更紧密，人员操作更精熟。实战射击演练全程零级指定打击目标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做到快速定位目标，快速扭转信息，快速完成射击。此次演练我们将分队拉到野外陌生地域，让官兵在近似实战的环境中自主完成侦察引导、指挥控制、多手段射击等内容，提高部队在全天候条件下的火力打击能力。